香港必逛景点，这里蜡像馆惊见梁鹤群。太平山。哦，太平山，这个一定要去。路上是坐缆车。啊，这个一定要。你可以看到沿路的风景之外呢，你还可以到里面的杜莎夫人蜡像馆。这个超有的想象。那个蜡像馆里面有我，可是它被名字标错写朗朗，但是我站在那边。一定要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